这一辈子是吧？嗯，你不能那么叫什么来着？没起伏。这个词儿用得好，不能没起伏，得有点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意思。你到了七八十岁老头老太太的时候，你得想想我们的人生不那么平淡无奇才有意思。咱俩是什么？我想明白了，咱俩就是折腾。真的，有困难我们要折腾，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创造困难，接着折腾。就是这样的，你什么歪理？听我的，走，不去，结婚去，不去，领证，听话，拿上你的衣服，快。这结账怎么办？李长江这可以买单。